快到59.5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上车，我这是来看一下。啊，第一节开了一个3.5，51.5，第二节开5.5，107.5，啊，这是初盘啊。然后主播啊，浙江潮州主播啊，这个很醒目啊，主播啊，浙江潮州。目前我肯定看到。没送鹅蛋的送一下鹅蛋啊！没分享直播间的分享直播间啊！啊，明天开始清理清理群了啊！有些兄弟啊，确实啊做的有点过分啊，我必须把你清出去。看这个暂停之后啊，怎么打？啊，飞哥啊，飞哥是产蛋大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飞哥又不说话了啊。现在开到3.5，慢慢开到3.5，不着急啊，多看会儿。第一节啊，天津双外打单位啊，第二节是。浙江双位打单位啊，啊，不要认为双位一定能赢单位啊，这个在很我们转播的比赛里面很多就是单位打赢双位啊。因为你都想到的事情，庄家更能想到。飞哥最近不怎么说话啊，飞哥可能嗓子不舒服，但是打字和嗓子没关系啊。好，今天这个游轮啊，满天飞啊，游轮是满天飞啊，可能就是周末的事情啊。没分享直播间的兄弟啊，分享直播间啊，没分享直播间，分享直播间啊。这个是最后一盘抢的篮球，前三投三中三分球，厉害，厉害啊！嗓子不住，我给你寄点花菊红。啊，今天收到爱狗哥的爱心包裹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！我喝了，我喝，我有喝，我有喝。啊，底盘没有。昨天晚上喝酒了没有啊？我是中午喝了，中午喝了，晚上没喝。上午有事情啊，我昨天就说了啊，今天上午有事情，播不了。
没分享直播间的啊，分享直播间啊，把免费鹅蛋领一下啊！明天我会清理群里一部分人啊。那有点慌啊，你喝点酒就顺的，是吧？没事啊，等下如果不顺，我自己要干二两，我先干二两，在这里和你们直播。谢谢兄弟们啊，谢谢兄弟们。第一节啊，31.5，51.5，第二节啊，半场是啊，啊，吹了个巴拉切犯规啊。我上了一个天津第一节独赢，兄弟们给我加加油！飞哥你终于说话了啊，飞哥你终于说话了，那给你加油还是给你天津队加油哈？哦，布莱切啊，这个他妈要吃 T 的，再抄，我把你罚出去啊！再抄。哦，这个要吃 T 的啊，马上罚出去啊，马上罚出去啊，马上我们就可以上车了。这他妈在 NBA 早给你罚出去了啊，只有在 CBA。啊，飞哥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能顾不上啊，能顾上就来了。飞哥还在医院，还在医院是吧？嗯。那你们第一节敢开3.5，敢开3.5，双外打的单外啊，这个庄家还敢开3.5。嗯，这个黑大哥啊，以前在这个 NBA 打过啊，不拉几啊。罗切斯特今天很准啊，还在医院是吧？啊，先忙正事儿，先忙正事儿。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什么 SF4 什么意思？我没看懂啊，没看懂。已经上车，车门焊死啊！只要你上车，我就把你车门给焊死啊！哦，盘打没了，盘打没了，一个 T 啊，把盘给打没了。啊，盘又出来了，盘又出来了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再看。四番。四犯了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布莱切啊。哦，布莱切四个犯规啊，布莱切四个犯规啊！我靠，这你妈怎么玩？这怎么玩？兄弟们，直接四个犯规了。出盘11.5啊，出盘11.5，出盘最早10.5啊，最后调到11.5。差别没有看。发型都没慌 嗯，看看第几啊？看看第几啊？这个三分投的啊，这个有点漂移三分啊。纸浆很想赢啊！纸浆很想赢啊！第一节啊，纸浆确实很想赢啊！
啊，准备上车，准备上车，我们不等了啊，准备上车，准备上车，就让十点五啊，这个不对啊，进个三分怎么还十点五啊？准备上车，不等了，大分差已经出来了，大分差已经出来了，第一节51.5，51.5，半场开107.5，现在半场开到123.5，123.5。如果是51.5的话，107.5是56，第二节要打56，然后现在是56啊。这个盘开得这么看好，这么看好，让十点五上车，让十点五上半场上车，让十点五上车，背投背投，让十点五上车，让十点五上车，让十点五上车。背投，你看谁让啊，兄弟啊？这个还要问谁让吗？你觉得天津会让吗？天津让牌吗？让十点五啊，已经上车背投，我去第一个单啊，第一个单今天啊，让十点五上半场啊，啊，已经上去了啊，现在还是十点五啊。背投啊，第一单背投啊。好，这一场我不看了啊，我切换别的看了啊。这场就这样了啊，辽宁29-21啊，领先8分啊，福建。深圳啊，深圳主场落后，深圳主场落后，吉林8分啊。哦，今天晚上啊，一共7场比赛啊，我只关注3场。另外四场我直接 pass 掉啊，其他四场我不看，七场 CBA 啊，我只看三场啊，我只看三场。现在还是十点五，为什么你要上11.5啊？现在还是十点五啊！对啊，刚开始是没盘啊，确实比分网那边不更新啊，这边是没盘啊。那现在有盘了，开到124啊，124，现在是60啊，60。六十四啊，六十四，六十四啊！第一节开的是51.5，第二节开的59.5。又是无钱吗？啊，无钱他妈弹无虚发！我看一下啊，无钱是不是四投四中了？哦，无钱啊，十投七中啊，无钱十投七中啊，三分球7投6中啊，丢了一个三分球啊，哎，目前得分21分啊，我靠，一个啊，一个国内球员啊，第一节得了21分啊，很了不起的，很了不起的，确实很了不起啊，能得21分的球员确实很了不起啊，十投七中啊，啊，7投6中啊，三分球7投6中，然后是那个总共是10投7中啊。现在啊，犯规数已满啊，两队啊，犯规数都满啊，然后只要犯规啊就罚球，只要犯规就罚球啊。出盘开到51啊，这节打到64啊，啊，确实很了不起啊。
单位单分这儿的话，六十五，六十五，六十，六十，第二节开始59.5，啊，六十，不是9.5，六十，125，125。刚才有人说这个天津啊，赢盘啊，80%啊，确实，这是你自己做统计啊，我是没有做过这样统计啊，不是说这个双外一定就能赢单位啊，这个我们上场看了北控是不是啊，也是双外啊，打这个福建啊，也是输啊，对不对？打不过，双外也打不过单位啊，这个不一定啊，不是双外一定就能赢的啊，巴基还没有外援呢。还能把人家这个也能干翻啊，照样能干翻啊。这个不是说有外援就一定能赢啊。啊，布拉切这一场，这个时间限制要很少。36我可能上吧，还没开车吧，昨天我开了一车啊，开了一个背头车啊，我已经开了一个背头单啊。给了一个前场球啊，不是这个犯规啊，0.7秒啊，这个在 CBA 不大可能啊，如果在 NBA 还是有机会投进的。好，那第一节基本上就是40-29了，进了啊，从那个现场球迷欢呼声啊，是进了啊。好，天津这边啊，挑战一下这个视频回放啊，有没有这个？吴前啊，吴前第一节得了24分啊，一个球员得了24分，不止24分进的啊，我看一下啊，稍微等我一下，我看吴前啊，现在得分多少啊？啊，最后一个三分不是他投的，最后一个三分不是，现在还没有啊，还不算啊，现在啊，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慢动作啊，啊，不算啊，不算，不算啊。吴前啊，这就是吴前啊。如果算的话，吴前单节得24分啊，这在 CBA 啊，一个本土球员能打24分啊，确实很棒的，确实很棒确实很棒啊。刚来车的啊，刚来的兄弟啊，可能有一个信息你们不知道啊，就是这个布拉切啊，已经四次犯规啊，已经四次犯规啊。第二节啊，他估计上场时间应该不会让他上，应该不会让他上了。估计不会让他上啊，还是罗大腿带队啊，罗大腿带队啊。好，现在盘打没了啊，现在这个视频裁判啊，裁判要看这个视频回放啊，看这个三分到底算不算啊？因为0.7秒在中国啊不太容易啊，在美国这个0.4秒，老于费舍尔0.4秒，对不对啊？绝杀马刺啊也有看到过啊，老于费舍尔0.4秒都有进过啊，这球算了，这球算了啊，这球给算了啊。啊，43-29啊，那就是吴前啊，单节得了啊这个24分啊，很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啊！对啊，已经算了啊，这边已经给出最新数据啊，已经算了啊。啊，盘打没了，盘打没了啊，盘被这个三分打没了啊。盘已经没了啊！我现在也看不到盘啊，我也看不到盘了。好，盘出来了啊，盘出来了，来看啊。那这一节啊，这个开到126啊，126啊，126啊，减去第一节啊，72分啊，这开的是54分啊，54分啊，原来开的是59.5啊，这开分开的很低了啊。啊，第一节是大分差啊，第二节啊，然后开个小分啊，开个小分出来啊，因为初盘啊，初盘是59.5，第二节啊，然后现在开的是56啊，54啊，54啊，
127,127,126,126,126减去啊，126减去72等于一个54啊，第二节开了54分啊。的哥退了什么啊？的哥去了一个浙江啊，让10.5背投，0.86水啊。啊，因为这个布拉季啊，已经四次犯规了，已经四次犯规了。啊，从这个他们这个全场紧逼啊，这个浙江全场紧逼啊，他们想赢，很想赢啊，确实这个愿望很强烈啊，愿望很强烈啊。上半场再开一场啊，我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啊。10.5啊，全场啊，那个半场，半场啊，说错啊，半场。这个你可能看我直播比较少啊，我只要发现信息，我直接就是背头去了，啊，就像上次辽宁啊，为什么我敢去啊？啊，他这个为什么我敢去首场？郭艾伦只要下场啊，3分多钟，我直接去了第一节啊，啊，我只要看到信息我就上，我不一定是第二节才上车，啊，我也看了啊，但是我开播啊，我都有提，在群里有提醒，都有提醒。白天有事啊，确实没有播啊。白天有事没播啊，啊，没刷鹅蛋的啊，没刷鹅蛋的啊。我明天开始清理啊，群里人啊，啊，这些我不管。你送过游轮没送过游轮，只要在我直播间啊，就是啊，鹅蛋这个我在这个群里的规矩啊，只要交不够的，我不管是谁啊，送过鹅蛋、送过游轮的我也不管，我也会清出群的。对，浙江也是2个小位。这和这个广州一样啊，广州也是2个小位。啊，钉钉没有啊，钉钉早就不用了。现在这场是关盘的啊，关盘状态啊，所以说庄家也在琢磨啊，庄家也在琢磨这一场啊。没分享直播间，没分享直播间的啊，分享直播间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兄弟们的鹅蛋啊！没分享直播间的分享直播间啊，好吧，啊，这个不要我每天去说啊，每天来到就是100鹅蛋，右上角分享直播间啊，啊，不要分享出去啊，点一下微信，然后返回啊，就可以领免费100鹅蛋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免费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能领不领呢？能帮主播的为什么不能帮一下啊？我用良心在推啊，你换不了你真心支持，那我肯定心里不舒服啊，那我肯定要清理一部分人啊，啊。我不管你多牛逼啊，送过什么游轮什么的，我不管的。好，先忙正事啊，先忙正事。右上角分享直播间啊，很简单啊，就2秒钟的事情，就是不想完成啊。这个每天都要去说，就是很烦啊，很累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让我这个有点儿，我送够了的哥，飞哥，你跟我开玩笑，你又找我瘦是不是啊？叫我的哥，我靠，我这个哪敢承受得起啊？啊，这个鹅蛋我觉得不是问题啊，免费的东西为什么不能送一下啊？对不对啊？啊，就刚才有兄弟说那个没进群的啊，可以下播找我，下播找我，下播找我啊。但是这个我只要上播了，我就不会去搞微信那些啊。我因为我2个手机在看，一个看盘，一个看比分动画啊。这个电脑还要看那个球啊，所以说我来不了，来不了。啊，第二节打铁比赛啊，打铁比赛。铁哥最近送了一个月。
你要送他妈半年的啊，雨神哥，你要送半年的啊。嗯。布拉酱一般，我家的鹅提前早产是吧？可以的啊，说明你家的产量比较好。嗯。啊，免费的东西都不能支持主播，主播为什么还要用心给你推啊？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位思考一下啊！主播也不和代理合作啊，对不对？爱哪里玩哪里玩，啊，一个月多给我几千块钱，我都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啊！为什么？鹅蛋怎么送？鹅蛋下面有个行李箱啊，有个箱子啊，箱子打开之后啊，第一页还是第二页有个福袋啊，然后一直点，点到它没有为止啊。还有一种办法啊，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有个分那个箭头啊，一个方框一个箭头啊，你可以点一下啊，给点一下分享，然后点一下微信，然后点返回，返回直播间就也是啊，每天领100个蛋。啊，熊哥知道我渴，这个天你送这个汽水啊，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吗？这个我正在看，我还在看啊。谁在这个微这个一直找我？哦，对啊，因为这个 CB 啊，确实这个浙江这场有时候关啊，已经经常关啊，我们也看到了。刚才刚开始啊，确实没有。跟的哥的性格应该在车上了，啊，已经在车上啊，已经在车上。我10.5，10.5，让10.5，然后背头啊，背头。你好，熊哥已经出来了。熊哥是我的这个，我一直都在哦。熊哥是我的这个铁粉啊，这是我第一个加好微信的啊，也是第一个看我直播的啊。然后昨天啊，确实说了一句我不喜欢听的话，我不喜欢听的话啊，直接什么下房管啊，禁言啊，关小黑屋啊，反省半小时啊。对，减啊，半场减15.5啊，我们已经去了半场减10.5，0.86水啊，背投。在关我啊，熊哥，你还想让我关是不是啊？兄弟们啊，关我小黑屋，结果你黑了啊？没有黑啊，没有黑啊，啊黑了也不怕，我只出一手啊，那晚上我照样盘回来，晚上照样大小分打回来，黑了又怎么了？红了又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们都是房管的啊！如果他只要再出现蚊子啊，还有鸡鸡，还有这个什么黑了、凉了啊，啊，直接关小黑屋，不管是谁啊，不管是谁啊。我关你不关你也是黑啊，那我关你和不关一样的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把心态调好啊？对不对？这和关不关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关了你就一定黑啊？这什么逻辑啊？你现在膨胀了，还我房管，还你房管，你老干乱干事儿啊！啊，这个浙江这会儿有点瘾啊，有点瘾了。啊，浙江第一集啊，3分是有点准的啊，确实第一集啊。吴前啊，单节得分24分啊，这是一个国内球员做出来的事情啊，11投8中的命中率啊，8投哦就。
八投七中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啊，确实很牛逼啊，一个0.7秒压哨三分啊也能投进啊，确实牛逼啊。上一周收上16.5啊，这个你想去就可以去啊，但是我不会去了，我不会去了。布拉切啊上来了啊，布拉切又上来了啊，布拉切已经四个犯规啊。啊，他有看不敢，敢不敢做动作啊？敢不敢做动作？布拉切三分啊！好、啊，这个是打前门，打前沿啊，打前沿弹出来啊。第一节啊，这是打出了一个啊，出盘是51.5，第一节盘口开的啊，他打出一个72分啊，打出一个72分啊，确实啊，很牛逼啊，一个球员，国内球员啊，能得24分。三分球命中率八投七中啊，这有点比肩那个克莱啊，有点比肩克莱啊。然后命中率啊是这个11投8中啊，11投8中，很了不起的啊，很了不起。啊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是这个快乐篮球，所以说不能在这里激情解说。嗯，这个不能激情解说。啊，你们可以看完比赛，看看 CBA，我会来一场啊，激情解说的啊，我徐州话都给你们解说出来啊。对，浙江啊，浙江确实有点在演啊，因为这个天津已经早就很泛滥很久时间了啊，但是浙江确实不想打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两个小外，我完全可以冲击内线，但是他不想打。这个为什么你没盘啊？因为刚开始我们也没盘啊，打了一会儿也没盘了，打着打着就也没盘了啊。这场比赛啊，确实啊，别的场次都有盘啊，就这场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啊。他为什么一直在关这场盘啊？哦，这球为什么不传啊？这球为什么不传啊？浙江，你想干什么？浙江啊，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了，兄弟们啊！啊，这球篮下已经空了，他为什么不传啊？啊，无奈刷小分啊，无奈刷小分这节啊。啊，如果是分差在三分之内啊，如果是这个小分差的话，那三分之内啊，第一节是啊领先这个14分啊。啊，三分之内啊，如果打成三分啊，那是11啊，我们10.5是没毛病啊，10.5是没毛病，那11.5的兄弟啊就要小心了，11.5兄弟就要小心啊，这是从这个浙江啊，从天津那边去赢分算的啊，如果从浙江这边赢分啊，那就是14+3啊，17，16.5是安全啊，这是个小分差的啊算法，但是啊，这个现在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打出小分差啊，那是对我们有利的，对我们有利啊。一直打铁是对我们有利啊。对，他就是在演啊，就想刷小分儿，刷小分儿，对吧？篮下已经空得很厉害啊，直接分过去一个打板就进啊。啊，第一节啊，确实啊，浙江这边很能拼啊，确实很拼啊。从那个后场就开始包夹，就能看出来啊，确实浙江很想赢，很想赢。为什么我在第一节后半段去了啊？我看他想赢，他想赢。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主要是个小分差啊，这个10.5是没问题啊。啊，但11.5兄弟啊，就要稍微紧张一下，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啊，因为这个19分分差了，不要太紧张啊。这只是一个小分差的去算法。啊，而且你又只有50%啊，你还有50%呢。而且这个三啊，三已经到极限了，这个三啊。现在看不出什么啊，马上3分钟。哦，这个没吹3+1啊，这个裁判有点偏啊，应该可以吹3+1的这球啊。3分钟以内啊，才是演戏啊！3分钟，因为关盘要杀人，关盘要杀人的啊。
最重要的是最后3分钟，关门杀人啊，就是看他往哪方向去杀，去自己主动申请一个犯规啊。好，现在犯规数是2-5，2-4。这个现场还没有去加上啊，比分条下面有1-4，马上加上一个就是2-4。最后3分钟啊，关门要杀人，关门要杀人啊！因为他们没有再认真打啊，不像第一节再认真打，这一节确实看不出他们想认真打。对，投篮只能等结果啊，我们更改不了，我们只能给我们各自去的球队啊加油。对，这强哥说的对啊，只能去加油，因为你什么也做不了啊。这个裁判那个哨开始鸣起来了，这个刚才是一个，现在迅速涨到四个，迅速涨到四个，还没关系啊，还有一个才 bonus 啊。关盘要杀人啊！关盘要杀人啊！哦，第三节盘口还没开出来啊！我等第三节盘口开出来，我直接就去，直接去。哦，这个快攻啊，很明显啊，很明显啊！哦，又投了一个3分啊，11分的分差了啊！刚才啊，最大比分啊，最大分差应该在21分左右啊，现在只有11分啊。得奖啊，完全第二节啊是不想赢啊，不想赢。有机会啊，他也不传，也失误啊，确实，这个篮下那一球是很明显啊，完全可以传一下，然后让自己擦边球，他就是不传，硬上还上不去啊。只要教练在开始骂啊！你们在搞什么啊？我买的是你们啊！你们买的是对方吗？因为现在啊，不管是买谁，你现在都是没有机会，对吧？你红了，庄家也会和你结算；黑了，庄家也不会退钱给你。所以说，没必要去慌啊！你慌也没用。因为钱不会退给你了，对不对？黑了又怎么了？黑了我们照样攒回来。红了又怎么了？对不对？红了单子太正常了啊，所以说心态一定要好，没有心态不好玩球啊。第三节一盘已经出来是吧？第三节即将减2.5，看一下啊。这个我要等一下再去分析啊，因为确实即将有点在演。第一节确实打得很努力。理解打确实很努力啊，对吧？刚才确实犯规数很多，他就一直不往内线去，一直不往内线去啊。这2个小外啊，对吧？犯规数一密满了，你完全可以造杀伤，完全可以造杀伤，就是不造啊，就是不造。等这个暂停啊，等3分钟以内啊，开始决定这一场上半节这个走势啊，早就很久很久就4个5个犯规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打内线，一直在投三分，而且上篮啊，你看那个球也是不想传，不想传。我们继续来看啊，继续来看啊，这节如果是小分差的话啊，是对我们没有关系的啊，但11.5的兄弟啊，给你也带看一下。罗大腿，这打板三分啊，帅啊！这个打板三分确实帅啊！不是罗大腿啊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小伟啊，能不能冲一波啊？能不能冲一波啊？两个小伟啊，完全可以把这个布拉奇啊打成屎啊，完全可以把它打成屎啊！啊，刚才你一个犯规啊，直接去要犯规，直接马上就买了啊，直接去要犯规。啊，那就罚球啊，罚球了。罗女士也挺犯规啊，直接，最后翻盘收网了啊！原来只有一个犯规啊，主动通话迅速到五个啊，申请主动申请啊！哎，这球怎么吹着犯规啊？直接这球掏到了啊，为什么要给犯规啊？直接抢断了啊！还是这个浙江的球权啊，浙江球权。小组长，小组长，这个组长啊，这个是先抄球，然后这个布拉切顺势往这个前面去顶啊！我是一个很客观的人啊，不管我去谁，我有什么我不说什么啊！这个小外啊，能不能压一波节奏？能不能压一波节奏啊？能不能压一波节奏？布拉切，压一波。啊，传的犯规，哎呀呀呀！各种野啊，各种野啊，各种野啊！哎，我在看别的角色，在看别的角色。你那个压上两个分，压上两个分，那实在没办法，确实各种演。可以的，各种演。开心呀！不开心呀！